你进去当材料我炼才丹。不！牛大，去你该待的喂地喂，方。我出不去了。再见了，哎牛呀，大，转得今我晚头你晕。就要远哈。我恨你起稳了，牛。刚还会说话呢。快看我，快看我。不是，你为什么会有小东西跟着你？他还会跟着我一起跳呢。我才不稀罕。嘴硬，他怎么不跟我过来？来，吉米，快过来。嘿嘿，牛大太怪粘人的。最烦显眼包了。哎呀呀！快点啊，我等的花都谢了。哎呀！你怎么不笑了？我去把木桩子劈开。啊牛啊，你一屁股把它做劈叉你了。别瞎说，现成的屁股不用，你非要去劈它。我不胖，你有你屁股。好的，胖牛。我还得爬山拿道具。这道具飞过来给我铺路了。我眼睛看得见，不用你说。你生气了？妹妹怎么敢生姐姐的气呢？我还以为你生气了，那你吃我一剑。牛大，我讨厌你。用磁铁吸住金子。你看看我操作稳如老牛。我操作也不赖。我要加速了。喂，你太快了。是这磁铁没吸力，跟我没关系。哦呦，这个老头是个地中海。大宝，你要一直踩着按钮，顺时针推啊！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不在我边上，空气都清新了不少。哪里有狗在叫啊？推完这个，我最少瘦10斤。那你真的太辛苦了。那你给我磕一个，滚！那我滚去终点喽，拜拜。这个土要我们自己做珍珠奶茶。说这个池子不像奶茶，有点像打嘴。闭嘴！你别说了，把这个珍珠丢进左边的碗里。我们像不像在蹦凤球？一旦有了这个色地，够了 ，Let's go。这罐要用刀切柠檬，牛蛋你也去拿一个。哎呦我去！你看着点啊！你没事，往我刀上凑干什么？红牛，你咋背吧？不是你亲我？发错表情了，无语。不玩了，要没刀了。哟，这柠檬还掉杯子里呢。哎呀！姐姐心眼好小，妹妹不是故意的呢。妹妹关抱你过好吧，我能抱你才怪。这个家还得靠我啊！哎呦，我就说你这个人信不了一点，非要我满眼失望看着你啊！是谁没过来呀？没别的意思，不想玩了。红牛来打一架，谁怕你呀？最后一关就把橙子放在碗里，一共要放6颗橙子。我说，你能不能别当现眼包了？然后触碰秒表，用牛力发电就能炸果子啦！搞什么？我怎么碰不到这个秒表？好好学，好好看。哎，疼！学技术怎么能喊疼呢？六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又是考验默契的图，简单的嘞。哎呦，被弹回来了。要我说你干啥不行啊？失误，这次绝对一次过。你最好是一次过。哎呀呀，你还有脸说你是凤凰男？四处说你带我上的凤凰，就这，就这。滚动风水轮流转了吧？我倒看看你是什么实力。我承认我刚刚说的话大声了点，这次真难啊。这关是找消失方块的规律。哎呀，哎呀，牛啊，你在哪呢？我刚掉了。哎呀，不会有人过不来吧？开什么玩笑！我等个滚动，快点啊！我等的花都谢了。这关我先上去，然后从后面偷袭修钩。牛啊，你这脑子打灵光了？我懒得搭理你。修钩，可爱的修钩。就是这样，坑坑玉屁，坑。撒波一，我要开始个人秀了。搞得好像谁不会一样。呦。那你可真厉害，所有人给我站一边，把里面的方块先搬出去。呀，这哎，我起来了，看我飞的，终于下来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卡在空中下不去啊。我真晦气呀，你过来干什么？哟，牛啊，忙着了，一起把箱子放在铁刺呢。也对，不然待会扎脚。那你愣着干啥？别愣着，你居然叫公主干活，我真是服了。牛啊，你这铺的有点小瑕疵了。瑕疵就是和你开这把游戏，拜拜了您嘞。一人一步简单，前面要用箭射苹果。好，没玩这种双人图了，你射的明白不？看我操作好吧，看到没有，一次就射中。继续啊，怎么不继续了？这箭刷新的有点慢，来宝准备好吧。哎呀，简单单啊，你怎么那么轻松？那我刚刚怎么输了那么多次？你是你，我是我。上坦座带领过。说怎么出发？你咋不动啊？我看你扔掉，我动你不就掉下去了吗？到墙内你得跳下，别忘记啊。我可以怎么过关？我还是知道的。等，我换个位置可以，你跳吧。我跳，怎么样？够得着不？再往前一点。好了，等我跳上去。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默契，快贴一下。滚啊！我下去坐小马，帮你小腿打掉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瞄准的不对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怎么可能受不住？是这个马的问题，你看后面的就很简单啊。那我怎么过去？第一个销毁都没掉。别急，我这不回去了吗？你得过关才你，我的门才未开。哦，意思还是靠我咯。哎呀，原来你给我打工的啊？对，那你给我付工资。你说啥？我卡麦了。走你！你把苹果放进筐里 ，OK 吧？我再拿一个，待会放我的筐里。算了，你连苹果都拿不明白，你等着，我待会递给你。不是，你看不起谁啊？哎，你那个梨好像也挺好看。就你一天点事也都拿去，你别弄丢了。大宝，你最好了。来帮我踩吧！哟吼，飞好高！终点呢？终点在哪？什么终点？我都还没过去。来，你踩按钮送我过去。我不能自己飞过来吗？非要我给你踩？我能飞还用得着你吗？喂，别跑那么快，还没打卡。第一终于是我的了。
来吧，我给你铺路，这个方块挺大的，你应该能过吧？看不起谁呢？哎呀，简单，早知道选个困难模式。你去哪了？你揍你的就行，别管我在哪，反正我肯定过。我抓啊，方块怎么这么大？我挑简单模式了呗，你回来给我重新铺过嘛。傻不，这小鬼我选困难模式没问题吧？闭个蛋，就让你说话那么大声。好，好学，我只一次过。看到没有，说话。哇哦，你好厉害，我帮我踩下按钮，我已经在等着你的按钮了。不是，凭什么要那么简单？脏活累活都是我在干。咋了？上一个不是我给你铺路的吗？白眼狼啊！好意思说那么难，你怎么你自己来？行了行了，下一关这关要踹一下，然后。箱子有手就行。等等，我调整一下位置。我都到了，你还调啥呢？哎，好像这没存档。没有就没有了，反正我是一次过，会有人一次过不了吧？前面要连续串两下，你只串了一下，有人力不够了。在开什么玩笑？哎，红弟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啊？你就是故意的。你能拿我怎么办呢？来，我抱你，我能跳非常高。哎呦，屁股还冒火花了都。来，那牛是吧？下来，这里纯靠我，你才能过。快点，不然我自己先走了。来了来，你别催我，我自己先走，跟上我。还挺主动的嘛，谁让你走我前面了？我啊，你这么有病？嘿嘿，开玩笑的嘛。我去上面给你带箱子下来，然后你踩着箱子就能过这楼梯了。这箱子好小啊，你确定是这样过的吗？试试看呗，万一过了呢？我扑，我抓一下更大，旁边牌子有写，不就得了？我得去给你拿箱子，不然你直接抱过吧，这样好费劲，搬搬去的。好像还真行，我直接抱你上台阶好了。哎呀，还是我聪明。你别跳啊，那待会儿递给我可以吗？别不来眼，我走喽。先放面饼皮，玉米披萨你别搞错，不怪放芝士。玉米披萨也少不了番茄酱啊，玉米在对面够够。你待会儿不要放太多，这些材料老贵了。没事，咱现在多的是钱。哎，不对劲，为什么放玉米我屁股会冒火？小声点，待会儿过听到咋办？够了够，咱们很良心了。什么肉啊？你管他有没有肉呢，指不定人家就不爱吃。我给他加餐好吧？哦呦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你都不知道我为我们不付出什么。一份披萨800多，我们裁了。嘿嘿，等等，披萨还打顾客？那不行，我升级一下。算了，就打吧，钱不够升级了。这份你咋给那么多量？没办法，他是宝宝蛋，总得吃点好的吧。你上一个顾客都不给人家切好吗？我爱咋样咋样，你瞅瞅，你说这不奖励8万多？哟哟，8万多！妈呀，我才是小丑，7000买披萨败家子。钱这么多花都花不完，来门口地摊投资一下，今天我要狠狠的消费一把。砸钉子还能赚钱呢？赚钱不重要，我多留4万多，主要是体验。这是共同财产，你膨胀什么啊？你螺丝也能挣钱呢？果然有钱了，干啥都是机遇。金币宝箱都要看看怎么个事。怎么过去啊？我跳，我扑啊！荷包蛋，我挡，我要坚持荷包蛋才能挂。快一点啊！宝箱我还没开呢。来了来了，要不我们回披萨厅看看吧？OK， 走吧。哟，这个顾客还等着我们呢。他的披萨是非得今天吃吗？管他，我要过关去喽。你这样我们店铺迟早得凉。略略略略略略。